智慧能源社区是由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和亚洲能源研究中心带领，并且联同全球九间大学的专家、本地教育团体、商界和社区团体共同进行的研究项目，由2021年开始筹备，未来三年间将会在香港四个社区和600名住户共同建构低碳的智慧能源社区。智慧能源社区是由每家每社出发，以智能数据帮你悭电，让太阳能融入生活，共同建构低碳社区。智慧能源住户就是透过装、睇、悭、玩四方面去改变自己和社区。装，在屋企安装智能用电感应器和在手机安装悭电师应用程式。睇，在手机悭电师应用程式看到屋企的用电习惯，更加可以学到为你度身订造的智能悭电小贴士。悭，在屋企尝试跟住贴士入面的方法，以实际行动悭电，兼且赚取悭电 coin 换奖赏。玩，可以同其他朋友参与自己社区的低碳活动，一起构思如何善用能源。除此之外，完成研究之后，我们将按组别发放价值最高港币700元超市礼券来答谢参加者。欢迎住在这些地区的你们，一起成为智慧能源住户，加入智慧能源社区，实践看得见、悭得多、玩得尽兴的低碳生活。如果你不是住在上述地区而又想参加，亦都欢迎你留下联络资料。参加方法非常简单，只需扫描这个二维码，填妥表格，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给我们报名，到时候会有专人联络你。